我一直不晓得，哎，马上又不好，等我拍个样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我今年90年了，18岁结婚的，这个婚纱，还可以玻璃带带，你讲嘛，也平平常常，衣裳说是新的。告诉我个名，有这个名片上的小孩签名，跟我小孩了，好像相识，所以叫我去了。我先拿了别个，他们叫我哪能过渡，所以他说需要相识了，就确定了。 要求也非常高，然后就看着这个名画一遍一遍的模仿。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摄影师可能觉得，哎，我们这一张已经很 OK 了。但爷爷奶奶觉得，我可以做到更好，我能不能要求再来一遍？